刘芊芊，门口有人找，是个大帅哥。帅哥？糟了，不会是？我特意给你煮了山药青菜粥，我怕你病刚好吃不了。我爱吃咖喱，我不爱喝粥。你赶紧回去吧。这家伙长这么眼熟，到底像谁呢？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喝了，你把粥留下吧。快吃着吃吧，我一共做了五遍，这个是其中火候和味道最好的一锅。现在有了照片，再脸盲我也不怕对不上号。知道了，赶紧走。一定要吃完啊，等你回来。啰嗦，去吧。拜拜。